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双语教育的特选及自主中学。南洋女子中学创立于1917年，是顶尖的自主和特别辅助计划学校，目前有1500多名中一至中四的学生，秉承其丰富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，为学生创建双语双文化的学习环境，培养德才兼备的新时代女性，在21世纪全球化的世界里茁壮成长。作为一所久负盛名的特选中学，南中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双语双文化环境，帮助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，深入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，掌握华英双语。南中直通车课程是专为南洋女子中学生而设的6年学习计划，其中1至4年级的学生会在南中学习，而5至6年级的学生则会前往华侨中学继续学习。深具灵活性的直通车课程能为学生提供量身定制的课程选项，直至 A 水准会考。你也想与优秀的人同窗吗？你还想知道关于南洋女子中学的哪些信息呢？关注新加坡袋鼠学，关于南中的校园文化、学校课程、学费、住宿情况，我来帮您一网打尽。